柠檬时刻特供早餐，草莓小酸奶和小醋包。啊，老刘什么在和爸爸吃饭？我太难过了，他们根本都不带着我。但是毕竟他们有时候大人吧，就是比较成熟，他们也有一些大人的事情要谈，我们这种小孩子是不能跟参与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还是很难过，我气死了。对，他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梦到过跟我亲亲了，然后他不好意思叫上我。我不是老刘的嘉宾，不是喜欢谁就请谁，他们觉得谁想去，他们就是不爱我了，我编不下去了。哼，谁爱去谁去，我再不去呢。哼，不邀请我就算了，不爱我，哼。那他谁啊？老刘吗？我本来想请别人的，等我下次的时候，我要请一没有请过的人。那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请别的队的人。你怎么那样呢？还得等一年，小飞。你不行，你不可以。我不行。跟陈倩南前辈就是亲密接触了，已经对不起你旁边的这位了，好吗？哇，你要知道昨天晚上他和谁睡在一张床上？我跟你说，你应该对不起你旁边的这位。人家那么爱慕你，什么？你在这里？我爱慕谁？什么？我说你应该对不起我们旁边的。对，忘记说了。什么？他也喜欢陈建南了。天哪！好绝望，我好绝望。奶包可甜了，因为我跟刘淑贤走得近了，然后有时候出去拍摄什么的。然后忽悠回来就要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俩都一直在一起吗？我说对啊。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不懂呀，我就说对啊，这有什么关系，对啊，我们就是一直在一起啊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笑而不语，就我们俩天天在一起怎么了？就是可能没有看得出来有什么吧。不是，我知道他们奶包呀，那你有什么不懂的？这你觉得是假的？不是啊。什么？对啊，这不都是他们不是好伙伴吗？我跟刘淑贤我们俩单独出去拍东西了，然后呢就留了胡小慧一个人在酒店。然后胡小慧就说你们俩不在的那天我多想一起出来逛街呀。然后刘淑贤就说那你应该跟洛洛一起出去，走两步亲个嘴。我看到有人说我和美军的 CP 名字叫刘惜君。你们两个一点都不配。哪里不配了？一点都不配。那你胸漂都不配。那我对你很失望，我都不喜欢你了。我做梦都不喜欢你了。不行，你欺负我。你最欺负人了，慧慧。他天天整天吃着碗里的，看着盆里的。没有。这个Spy想看小包和军姑使用组，你们让我去哪里？我觉得可以，军姑比较招人。我不同意。你看，他又开始吃着碗里的，望着盆里。没有，我没有的，老刘，我不。你永远都是我的小猪猪。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不要。我没有这样子，我对菌菇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跟夏月变成兄妹呢？是因为爸爸说我们俩是兄妹。那好吧，那我确定了，你们俩就是兄妹了。嘟嘟嘟嘟嘟，噔噔噔噔噔。来，菌菇给我喝点，好的，作为我的午饭。不管，反正这是糖，我磕了啊。没有，你不可以磕别的糖。小慧的鞋子，我拿他的鞋子怎么了？要不然我给他扔哪儿？不，拿了我的鞋，就是他的人，我不管。你们听到了没有？军姑每个月都给小慧充费了，这还不磕？看到没有？牛皮子流失所了，米石榴，米石榴不能瞎吃啊！放你的屁！啊，对不起。哎，你看这样还不吃？你看这样还不吃？谢谢你，你到底怎么了不起？我不和你们俩在一起。我刚刚看到他那个拍的那个我很不满意，然后我刚读弹幕我也很不满意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现在开始有点像陈倩南一样了。这么多女人要陪，这说明我做人很好啊，我很喜欢陈倩南的。对，向他学习。他们说科奶包正教的，奶包算正教吗？因为我以前是并没有 CP 的，所以我这个事儿只能问胡小慧啊，问他算不算，有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名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黄花？我只能算一个受害者。然后我要去跟别的小姐姐亲近一下吧。她还在那里吃醋，她为什么吃醋？请问，这是什么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？凭什么？我没有放火。你还没有放火？我没有，我是怕你承受不住我。我跟你说，算了吧，你肯定承受不住。你要干嘛？我承受不住，我就问问你。我是一个爱吃醋的人。我已经开始想念君君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已经开始想念君君，不能想念。我们四个睡在三张床上。
我和新闻挤在中间的，很难过。为什么？ Hello， 方哥这个人还比较那个啥，刚剪完婚就和小燕躺在了一张沙发上，做一些难以言说的事情。我们作为新时期的那个好青年，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你怎么上来了呢？我知道为什么你要上来了，现在先不让你说话，闭麦。我主要是我也不能说这刘诗诗前辈携带着他媳妇跑了呀。您这个一个小姑娘，叶飞飞，叶飞飞，你问题很大呀，这位兄弟，你不要为了讨好熊素君就这样说行吗？你的问题也很大。我想问问熊素君哪个重要？明天吃水煎包吧。你喜欢我还是刘诗贤？天气。然后刘诗贤前辈就说什么啊，就算以后就是分，就是会被合寝室，然后我也不会嫌弃你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还会跟你一起住的。我还想跟刘诗什么？你是对甜甜说了这种话？对啊，但是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？那这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不是。不是我怎么会说我也不会嫌弃你的这种话？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嗯。Hello, it's me. 我想或者抛弃我，我要抛弃我第二次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绝对不会有允许我第三次再发生了。我不会再问他，我不会再问他你有没有一起住。我以后不会再跟他一起住了。我们俩不是两个房间吗？但我俩现在住一个房间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还说前辈，我好喜欢你。觉得这个人很适合当朋友的那种型，我朋友。我跟林同学们一块去迪士尼吧。看，我用刘海给你比个心。不行，我不能去。我必须得跟胡小卫一块去，要不然他杀我。我说明被害没有，真的。我刚说我要跟范卡前辈去迪士尼，他瞪我呢。你要不去，我又跟前男去。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为了看你直播撂了电话，怪不得你俩现在在我直播间。小慧不可以这样，小慧不可以这样，老刘是我兄弟，我不可以这样。奈特奈不会毕业的，只不过我现在嗑奶包而已。谁能不爱西科恩？刘淑贤，你爱衬衫男吗？刘淑贤，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不要说实话，你就说。大白兔好喝。没有，我脑子里只有你一个。我们两个是真的吗？我是爱呢还是不爱呢？哎，我退出。我退出嘛。我自己退出嘛。没有小慧，你不要走。老刘，不拿我当什么的。你我不重要的，我。还是你。真的，你一定要信，我前男什么都不是。啥都不是，奈特奈不一样，这不一样，这XCW 是谁呀、啊、？XCW 是谁呀、啊？哦，许楚文，你加许楚文微信了？我得把照片发给他。你平时不都发 AirDrop 的吗？他说我手机没发 AirDrop。什么手机没发 AirDrop？ 嗯，拜拜。你是不是很爱随随？你看，你就只有一点点喜欢我，你却很爱随随，我在你心里没有他重要。跟他打听清楚。你要是他的还是我的？我心动了一下，因为我特别喜欢男生穿毛衣，然后就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。那你是对谁说的话？你们对谁想的？告诉你，看看谁穿毛衣不能了。不是，重点不是谁穿毛衣，而是毛衣。你对着毛衣也会心动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这种打扮就会很容易让人心动。我喜欢。啊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先去前门房间看看，如果他住得很好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刘子，刘子。
披瓜达人。恋爱达人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结论？baby 就是你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跳过。baby 就是你，请靠。他真的跳过。对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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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愿意为你做一做零，我绝对没有说做一做零这种话，我肯定表达的是差不多意思，但是绝对不是这个词用词，对不对，奈奈？就是这句话。我睡着了。奈奈，你赶紧的，你别废话。哎，小慧，你今天给老刘读信怎么没有读那句啊？你的温柔，你的好。呸！给你们读。你怎么没读那句啊？那句早就删掉了，因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子。昨天你还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。撂了，你到底说吧。我远点，我睡觉。宝贝，我比他好，我比他好。这个时候，胡小慧说：“滚呐！”这什么？这先开始学习。大家众所周知，两个人在一起就得学习。关过来是一个太会了。哎，不是，这种选秀节目是这样子的吗？啊，你们前面就不会恋爱，怎么急了？我们这个场外导师老刘导师怎么急了？太急了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在台上干啥呢？在台上干啥呢？哎呀！太过分了。节目弃掉吧，有一种就是非常固化式的感觉，就是又碎又多。啊，那我觉得这些情节设计都非常好，感觉还是非常甜蜜。那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观感吧，可能就是我不太喜欢。哎呀，不喜欢了，好甜蜜啊，不错，喜欢这种，甜蜜青春的氛围啊。那老公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看到这两位的爱的样之后？不知道说啥。那你是觉得棒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棒啊，肯定是棒、啊，肯定是棒啊，就夸嘛。嗯，就棒啊。Hello， 我气死了啊！行，老你就今天一直跟我这么讲话啊。行，就是他对小女孩的那种恋爱中的感觉把握的非常的到位。什么东西？恋爱谁不会恋爱啊？无语了。这就是在台上吧？我是说在台上的那种表演非常到位。哪里到位了？没有很到位吧？棒啊，肯定是棒、啊，肯定是棒啊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你完蛋了，是我完蛋了。爸爸要生气了，完蛋了，刘书杰。没有，我刚刚用鼻子攻击了他。对，是鼻子，是鼻子。对，我感受到就鼻子和头发。坑来吧，坑了来吧。吃了的人需要交朋友的，你们要跟我交朋友吗？交朋友，吃了的人交朋友，我跟谁来交朋友？我跟谁来交朋友？那我不给你吃，那你跟谁交朋友？我不给你吃，要你。那你跟谁吃？你要整哪里？哪里？别整。你整了给谁看？我整了大家。大家喜欢。那你想花我的钱，然后你让大家喜欢，为了是吗？要给你穿飞。那你说你喜欢啥样？怎么？你要整成我喜欢的样子啊？我喜欢你不化妆这样子，就让我素颜变得更好看。你先素颜够好看，对，你再好看我就不喜欢了。有病！老刘刚问我，你找小慧干嘛？我说没事。也是唐老鸭他女朋友，也就是我女朋友。
怎么得有两个的话呀，女朋友？一个长得都一样，但是这个是单层那个。又找到了。又找到一个女朋友。对，又找到一个女朋友。Nice.